草姑娘，你倒是快点走啊！这不是走呢吗？请草姑娘，此案关系非小，早去早把事了，别这么慢慢腾腾的。快跑快跑，你快点跑啊！走都走不动了，还跑呢？你要嫌我慢呐，那你们先走吧。那如何使得？那如何使得呀？几经风，偏遇上个慢郎中。脚夫慢哟，买门台等着他。是喽。草姑娘赶上了，哎呀辛苦啦，受累了啊。脚夫们哟，让春草姑娘在前头走，你等随后啊。是喽。怎么让我在前头走？是啊是啊，你可别嫌我慢。不嫌不嫌。脚夫们哟，抬起来喽。我说脚夫们啊，你们看春草姑娘到底是相国侍女，走起道来扭扭捏捏，多好看呐！啊！啊啊啊啊啊给摔出来了，哎呦，摔坏了，哎呦，摔坏了。春草姑娘，你怎么歇起来了？可真是啊啊，吃肉的不知道养猪的艰难，坐轿的哪晓得走路的辛苦。哎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老爷我也给摔出来了。我这个轿子也不坐了，我和你一同走路，你看可好啊？那你愿意走你就走呗。啊，胡大人，春草姑娘，你。
个什么药啊？肚子里打的是什么算盘啊？叫我叼我钻，真难了办。老爷不管，太难看。我。春草姑娘，咱们那个走吧。要走啊，你们走吧。啊，我得歇歇了。你还要歇多久啊？多则一天，少则半夜。你不成心跟老爷我这儿捣乱吗？这。有了，春草姑娘，你来看这顶轿子不是在这儿空着吗？不如你上的轿去，把你抬到相府，你看可好、啊？哎，不行不行，我不坐，我不坐。为什么不坐呢？谁不知道这顶轿子啊？是你知府大人所坐、嗯，我一个小丫鬟坐在里面，若被别人看见，都说我是个假的，岂不被人笑话吗？无妨无妨，春草姑娘，只要把这轿帘一放，坐在里边。稳稳当当，你这个小丫鬟就变成个大老爷，行人百姓也就被你蒙过去了。哦，这要把轿帘一放、哎、我这个小丫鬟就变成个大老爷，对，行人们就被我蒙过去了。是啊，哎，要是到了相府，把香帘一放，让丫头扮成个小姐，不是把他也给蒙过去了吗？啊，你要蒙谁呀？我要坐着轿子进府蒙小姐呀。哦，蒙小姐，好好，春草姑娘请上轿吧。如此胡知府在伺候了。扎是你
心往高攀，哪怕旁人论长短，不吃不聋我难做官。